风寒感冒、风热感冒，对症用药是关键。掌握这三个，就证明它就是外感风寒。健康之路带您了解中药最佳搭档，敬请收看。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最佳搭配，功效加倍。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推荐中药当中的对药，让我们欢迎中医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张雪亮主任医师。欢迎您，张老师。好，大家好。张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我们推荐了三组对药哈。其实说实话，都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耳熟能详而且很常见的。那今天第一组，您将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对药呢？第一组，你到河南去，很多人家里头房前屋后他可能有这个东西。叫荆芥。荆芥。对。那它的搭档是谁呢？防风。哦，是荆芥和防风。荆芥配防风。他俩是怎么牵手成功的呢？这个荆芥和防风啊，在中医学里面都属于一类的东西，所以还是叫相虚配伍，就是它的作用在大体方面都是一类的，都是解表散寒。但是呢，荆芥和防风还有差别，荆芥是偏于表中之表，更加偏表层，就像我们说的皮毛。防风呢是表中之里，肌肤啊，你看这是我们说肌肤其实也是表啊，肌肤这个词儿和皮毛相比，它属于表中之里，所以这两个在一起，风寒直接侵表，或者稍微有点入里都可以解决。一加一，增强它的解表散寒的作用。大家可能对于荆芥了解的更多一些。它里面含有的薄荷油的成分是比薄荷本身还要高，所以说你闻着它味道很像薄荷。那说起防风，可能大家听说的并不太多，您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植物有什么特性。这个防风啊，你顾名思义为什么叫防风？李时珍本草纲目怎么说的？防风的防意思就是御，防御防御嘛。其功疗风最要，顾名就是它的功效，疗风就治疗外感风邪是主要的，所以叫防风。防风主要产于北方、西北、东北、华北，在自然界来讲它可能就有一定的防风的作用，可在人体里边它也一样，就是对于这个去除外风有很好的效果。主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荆芥配防风是典型的用于你真的感冒了，你真的外受风寒了，就用它。这个荆芥和防风啊，从中医性味上讲都是辛温的，辛就可以解表，温呢就适用于寒性的东西，所以说外感风寒我们就可以用荆芥配防风。其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哈，这种感冒得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受了风、受了寒了。对对对。那这个荆芥和防风搭配在一起，它俩是怎么分工合作来解决风寒感冒的呢？这个咱们还是看有一段话，古书里头描写的非常形象，说荆芥不是防风气不清扬，去风之必入人骨肉也。那防风和荆芥相比，防风更倾向于外感风寒里面表症里边的偏里，适宜宣散风邪，用以防风之必兼用荆芥者。所以说他说啊，宣散风寒之邪只要用防风，一定要兼用荆芥，以其能入肌肤宣散故耳。什么意思呢？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就是把荆芥和防风做了一个对比。就是荆芥和防风尽管都是用于外感风寒，中医叫表症，但是表症我们又可以分为就是三六九等。荆芥是发表散风，荆芥更趋向于外面，防风叫解表祛风。防风趋向于表症的偏里一点。他们有人打比方，就像以前的古代的这个城墙，有人用于在城墙来防御的，但是城墙外边还要有守军的，那同样都是保卫，但是荆芥是偏外一点，防风呢是偏里一些。
也就是说，当这个风寒进入到我们人体的时候，其实它是层层递进的。对啊。而这个荆芥和防风搭配在一起呢，刚好就能够一层一层的把这个风寒给它驱逐出去，是这个意思吗？就这个意思。哇，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真的是太完美了哈。中医有句话叫“善治者治皮毛”，第一句话，擅长治病的大夫治皮毛，刚一到皮毛就得。下边一句话，其次治肌肤，你仔细品品这两个词儿，一个是皮毛，一个是肌肤。皮毛和肌肤都是什么？表层，人体的表层，但它还有区别，还是有区别的。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荆芥是治皮毛的，防风它相比是治肌肤的。明白了。但它两个都是表症，都有。其实就是说，这个风和寒还并没有特别深入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对，仅仅呢就是停留在外表这个层面，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驱除出去的哈。对对对。那我们的观众呢也给我们发来了视频哈，因为很有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感冒的症状，那他们适不适合用荆芥和防风来缓解问题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视频，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平时呢特别容易手脚冰凉，另外呢我吃的东西要特别的注意，像是喝的水呀、吃的东西一定不能是生冷的，要不然呢我这个肠胃就经常的不舒服，像是拉肚子啊、肚子不舒服。另外呢就是说换季的时候我也要特别的注意，稍一不注意就感冒，像是这个温差大的时候，你像是早晚冷、中午热，我有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穿衣服，简直就怎么穿都不合适。你看像最近吧，我又感冒了，这一感冒又不舒服，只好呢就是喝点热水呀、吃点药啊，赶紧盖上被子休息一下，这第二天呢感觉才能会好一点。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啊，一个是怕风怕冷，喜欢喝温水热水，看来还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容易受风寒，所以说当他出现风寒表症以后，可以用点荆芥配防风。拉肚子也是因为受了风寒所引起来的吧？可以，现代医学叫什么？胃肠型感冒。哦，对。在中医看来，《伤寒论》里头早就有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葛根这个药，葛根就是治疗表症的，但是也可以治疗腹泻。是那种既有感冒还有腹泻的时候可以用。可是您刚才提到荆芥和防风搭配在一起，它是为了去表层的这些风寒啊。对呀。可如果都拉肚子了，是不是这个风寒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脏腑里了，太深了也不太好去除啊。如果是典型的是感冒引起的腹泻，是可以用的。哦。因为从中医理论也是好容易解释的。中医有个理论叫肺主皮毛，但还有一套理论叫肺和大肠相表里，对对对，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一物二用，两个作用，就是既能解表，还能止泻，这个在中医里头是不稀奇的。好，明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位观众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好，这两天啊，我正感冒呢，这个症状啊就是嗓子疼，它这种疼啊是丝丝拉拉的疼，是若有若无的那种疼。除此之外呢，这舌尖还有点发红，鼻子呢是一阵通气儿，一阵不通气儿，咱都是久病成医了，有这种情况出现就说明自己要感冒了，我就赶紧熬了一大锅的姜糖水啊，可没想到把这姜糖水都给喝下去之后没起任何效果，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它有几个表现，一个是舌尖红，舌尖红一般都是风热，都是风热外感，外感风热啊，再加上它嗓子疼，对，嗓子肿，啊，这个应该是一种外感风热的表现。所以说最好不要用热性的东西。他说的姜汤，那个生姜红糖，他说的姜汤的问题，我们不建议。那荆芥防风更不建议。因为刚才您提到荆芥是温热性的哈，这两个都是温热的，而且防风更热一些，荆芥还好一些，荆芥有一点点热性。所以只有寒症出现的时候，才能用这一对热药来去治它。对。好，外感风寒嘛。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第三位观众又有什么样的感冒症状，是否用荆芥防风？我的工作单位的工位离空调口比较近，我把空调开得小了，离空调口比较远的同事却觉得特别热，他们把空调开得大了，我在空调口下面却又觉得特别冷，每年都这样反反复复，你调一遍，我调一遍。每年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就自己准备一个小毯子，比较冷的时候就披上，
但是长此以往特别爱感冒。这个现象还真的是很常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坐公交车啊，在这个公共交通环境里边也会有这种受了凉风然后就出去就开始打喷嚏的情况。现在由于空调的广泛普及，造成了一种新的病叫空调病。我们说的空调病不仅仅限于空调感冒，你比如说可以直接导致胃肠炎，可以导致宫寒月经不调，都可以，这都叫空调病。但是凡是过寒，空调吹得太凉了，温度太低了，导致的感冒，那应该就是外感风寒。那就是说适合吃防风和荆芥这个对药来调理，就适合用荆芥加防风。好，那解决完观众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帮您来明确一下哈，因为感冒太常见了，而且症状呢又特别的多，那我们帮着大家来归纳一下，什么样的感冒症状出现的时候才适合吃荆芥和防风这个对药。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以岭药业莲花清瘟胶囊赞助播出。感冒太常见了，而且症状呢又特别的多，那我们帮着大家来归纳一下，什么样的感冒症状出现的时候才适合吃荆芥和防风这个对药。外感风寒里头最重要的是三个字儿，第一个字是冷，身上发冷，冷的最严重的可以加衣服都不缓解，加被子也不缓解，那中医叫恶寒，大热天的我盖上被子还是感觉冷所以说第一个叫冷。第二个字叫痛，说到哪儿疼啊，我曾经有一年我记得很清楚，都有十几年前了这个和我儿子一起长大的发小赶上高考前突然的空调吹得过度，发烧，身上疼，怕冷，他妈带他来找我，我当时就问他疼不疼，他描述了两个字，我就到现在记忆犹新，屁股疼他还不是肌肉疼，也不是头疼，也不是，他说我屁股疼，还有的人描述不清楚哪儿疼。当然《伤寒论》里头描述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就是到处都可以疼第三个字最关键叫无汗，不出汗，但记住这个汗没有汗，小孩不会表达，家长可以拿手去摸一摸他的前胸后背，干的，干干的可以发烧，可以不发烧，发烧不是必备的。所以《伤寒论》有一句话叫做或已发热或未发热，也可能发烧了，也可能没发烧，但是接下来他说必恶寒，一定怕冷所以这三个字是最重要的，冷痛无汗，对，冷掌握这三个特点，掌握这三个。那我们看看量跟做法，你看我这儿写了一个3到9克，如果你不发烧，冷的也不算厉害，那我们量可以小一点3克4克5克都可以，如果冷的身上恨不得打哆嗦，那我们量就要大，这个用这两样东西煎水代茶饮就可以一天喝几次呢？一天喝2到3次，连续喝3天。那吃了荆芥和防风之后需要捂汗吗？你要想发汗，在这儿给大家再讲一个小诀窍这个荆芥要后下，后下，后下，就煎的时候不要和防风一起防风先煎个10分钟，然后把荆芥放进去再煎5分钟，它发汗力量很强因为里边含有薄荷油你煎的时间长了，它就挥发了，它就挥发了，药性就小了，它就挥发了。所以说要想发汗，就把荆芥后下。后下。对。有的时候出了一身大汗之后，那风寒它就出去了，感冒也就好了。对呀、对呀。立竿见影。《黄帝内经》有句话叫“体弱翻炭，汗出而散”，这身上冷，发烧烧得像炭一样，汗出而散。一出汗好了。很早以前我们的古人就已经认识到这个现象了哈。对呀、那刚刚咱们是用荆芥和防风这个对药解决的风寒感冒的问题。对。那要是出现了风热感冒，能用对药解决吗？可以我们有针对风热感冒的对药。这是什么呢？您跟大家说说。我们看看啊，金银花配连翘。金银花和连翘他们俩是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金银花配连翘，我们可以叫寒凉配对，如果两个相比来讲，金银花可以叫寒连翘可以叫凉，寒和凉配在一起，它不就增强清热解毒的力量吗？所以治疗外感风热效果会更好。我特别喜欢金银花，因为一到开花的时候特别的香，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花也好看。对，先开白花，
过一段时间这个白的就变成黄的了，所以黄白相间又叫金银花，还叫双花，很形象、对对对对，嗯，这也是好多家房前屋后也都种哦。对啊，小区里边也到处都有。对啊，嗯，连桥大家就认识度更高了。连桥也是到处都有嘛。对啊，绿化带上全都是连桥，一片一片的。连桥甚至有个外号叫懒汉庄稼。嗯，种了就长。哎，懒汉庄稼，你种了它就出去打工去吧，你走吧，因为它既耐旱还耐涝。嗯啊，所以它很好伺候，不用伺候。一般就是早春就开始开花了，对呀、啊，开花以后也很漂亮。但是它跟迎春花好像啊，它俩是有区别的吧？很像的，它俩为什么像？这个颜色像，看那个花很像。嗯，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瓣儿，它不一样。你看连翘的花瓣是四个瓣儿，你再看看迎春花，有五瓣有六瓣的。迎春花，迎春花就多了，对吧？对，其实最近这两年啊，大家对于金银花和连翘真的是越来越熟悉了。金银花和连翘在一起搭配，名气最大，在中医界。名气最大的是叫银翘散，银花和连翘叫银翘散。中医治疗这种热症啊，有心凉三方，它力量还不一样。第一个叫心凉清剂，轻重的轻，刚开始有一点风热感冒，喝桑菊饮，桑叶配菊花叫桑菊饮，当然还有其他的药哈，这叫心凉清剂，力量比较弱嘛。银翘散叫心凉平剂，不大不小啊，叫银翘散。如果再重了，白虎汤叫心凉重剂。哦，你看从轻到平到重，嗯啊，说明这个银翘散历来是中医治疗风热感冒还有热症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搭配，银花配连翘。一般风热感冒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风热感冒往往发生于春秋和夏天，冬天比较少，也不是绝对没有啊，冬天很少，就是外边有热邪，但还有夹杂着就风邪和热邪在一起侵犯人体，导致了这个外感的表症，这叫外感风热。你看这个银翘散很有名气，叫银翘散治上焦咳，就上焦的毛病。竹叶、金牛、吃薄荷，里边有竹叶、荆芥啊、牛蒡子、薄荷啊。甘桔、芦根凉解法，甘草、桔梗、芦根，心凉平剂。用时多，最后一句话是这个，心凉平剂用的时候是最多的，和清剂和重剂相比，它的用处是最广的。哦，所以当体内有热的时候，为了驱除这个风热，就得用心凉的药物来对付它了。对对。而刚好连翘和金银花都是寒凉的药。对。嗯，明白了。那您说，就是金银花和连翘，他们在对付这个风热感冒的时候，是怎么样相辅相成的发挥他们的作用的呢？我们要单独分开看看金银花和连翘的作用。你看，金银花第一个作用叫清热解毒，说明它是凉性的，它能够用于热症。嗯，啊，不光是清热解毒，可以用于身上长疖子啊，甚至淋巴结肿的、都可以用。嗯，因为它有清火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叫清透疏表，这句话和刚才又不一样了，刚才只是证明它能清火，第二个字关键在透字上和表字上，它要通过表把这个火热之邪给发出去，所以这两个作用它全有，这一个金银花就肩负两个责任，一个是清火，一个是透表啊，所以说它的作用最适合于外感风热。而另外一位呢，连翘呢，我们再看看连翘，第一个作用清热解毒，和金银花是一样的，有清火的作用。第二个疏散风热，同样有透的作用，也就是说通过肌表把邪气给疏散出去。第三个消肿散结，就是火热之邪容易起臃肿疮毒，火热之邪聚集到哪里，哪里就可以长疖子啊，长钉啊，啊，甚至淋巴结肿大、所以金银花这个连翘比金银花在这方面作用还要好。金银花和连翘搭配在一起，它清热解毒作用更强，而且呢，疏散解表的力量，就是透表的力量，也会一加一大于二。在中医的热病学说里头，这个清热解毒叫气分，它清气分的热；这个解表的作用叫胃分，有个辨证方法叫胃气营血。在胃分来讲就是疏散透表，在气分叫清热解毒，这两个。金银花加连翘，啊，既有清热解毒作用，还有疏散风邪、疏达胃分表邪的作用，所以说外感风热是最合适的。所以两个搭配在一起，就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解除风热感冒所带来的困扰。对对对。那我们来看一看观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视频啊，他们现在出现的感冒症状，适不适合用
这个对儿药来解决。我们来看第一个观众出现的感冒症状是什么。我呢平常就感觉这个手脚啊特别热，你比如说冬天，别人都觉得屋里挺冷，但我的手心依然是特别热。再比如刚入夏的时候，别人穿的还是夹克衫，我的就得穿短袖了，就总感觉这个我和别人相比呢就差一个季节似的啊。就总感觉自己这个身体特别热，老爱上火，每年夏天我也总要感冒一次啊，就是一感冒这个痰也是黄色的，鼻涕也是黄色的，就感觉火特别大。年轻人火力壮，像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连翘和金银花搭配在一起？一个是叫素体怕热，就是平时就害怕热，说明他是个阳盛体质，他一旦感冒以后他的鼻涕都是浓的黄的，他吐痰也是黄色的，说明这是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外感风热。黄色的就代表着热象是吧？对，粘稠也是热象。所以一旦有感冒的表现啊，我们建议他可以用金银花配连翘，就不妨在办公室或者是家里常备这两味药哈。可以啊，对呀。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观众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呀，我啊也上了点岁数，也不算大，反正是比年轻时候啊体质越弱多了。特别怕冷，一年四季呢，我都是必须的，就是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啊，得穿厚袜子。盖被子，而且我还不敢吹空调，秋冬季的时候稍微一着凉呢就容易感冒，或者是衣服要是换的不及时啊就会感冒，感冒起来呢也挺麻烦的，老不爱好。我就想呢，能不能这个有提前预防我这个感冒的这个药能吃点是最好了。那这位观众和我们上一位观众的情况刚好是相反的，那他应该不太适合用连翘和金银花了吧？对呀，那素体阳虚啊，怕冷啊，像这样的感冒，一般来说，他即使不是风寒很明显，他也不会是风热的，所以我们不建议他用双花连翘。那如果感冒适不适合用荆芥和防风呢？这回应该适合吧？应该可以。那他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一些预防的方法，你有什么好建议呢？预防的我们可以用点稍微热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姜枣茶可以经常喝一点，用点生姜啦或者干姜啦，加点大枣啦，水煮一煮带茶饮就可以。方法非常简单，很简单。我一到了夏天的时候入夏就开始喝姜枣茶了，效果还是挺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观众，他是否适合用连翘和金银花来调理感冒。我们部门前段时间特别忙，经常熬夜加班，在上周末我们终于把这个项目做完了，然后同事就想一块聚餐，然后吃顿火锅大家放松放松。当天晚上我就感觉自己嗓子特别不舒服，然后还特别疼，着凉要感冒了。回到家之后我就煮了一些姜汤发发汗，然后好好睡一觉，第二天可能就好了。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之后我发现更严重了。这是火上浇油啊。那像这位小伙子出现的问题，您给提提建议。你看，一个是吃火锅对吧，然后嗓子疼，而且用了这个姜汤以后呢更严重，这就反证了它不是一个外感风寒的，而是一个风热的表现这个咱中医特别强调，一定这种典型的风寒风热不能用反，用反了以后，张仲景有句话就是警告大家，叫桂枝下咽，阳盛则痹。桂枝汤不是热性的吗？阳盛则痹，枪毙的痹。如果你是上火，火热很盛的人，喝完它有可能送命过去。当然这是有点夸张了啊，但他的意思就是，你热性体质，你不能用热性的药。你本来是外感风热，你是热性的，你再用姜，你肯定就更不舒服，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推荐他可以用连翘和金银花。那您帮我们明确一下，什么样的症状明确的指向的是风热感冒，就特别适合用连翘和金银花这一对对药。我们看看常见的表现，第一个是嗓子疼，这个中医有句话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就是热邪风热这些上受首先犯肺，肺是指的代表呼吸系统，
所以说它第一个就是嗓子疼。第二个舌尖红，我们以前讲过舌诊，中医的舌诊，舌头是分三块，舌尖、舌中、舌根。舌尖红要么代表心火，要么代表肺热。像这种感冒以后舌尖红的，它一般是肺，代表肺火肺热。第三个痰是黄的，好，我们以前也说过，凡是黄痰都是热的表现。最后鼻涕也是黄的，还有可能是浓的，黄鼻涕、浓鼻涕加上咳嗽，它往气管走就会咳嗽，所以这是风热感冒的最常见表现。其实我们平常要是嗓子疼啊，也会泡一点金银花茶或者是菊花茶，但是如果有了风热感冒，要想更好的治这个病的话，咱们得怎么用这个对药呢？我们金银花配连翘啊，我们也写个量，是每种用10到15克。你火热比较明显的，你就量大一点，15克，不是太大，可以用到10克。水煎代茶饮要连续喝几天，喝个4到5天就可以。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哈。对呀，非常简单。这个连翘对嗓子，金银花对嗓子都是很好的，特别是火热这些引起的嗓子疼啊、嗓子痒、咳嗽，都有一定的作用。只要是治好了就可以停了是吗？对呀、假如你虽然症状没有了，但是你舌尖还很红，你可以把这个量减半，可以再喝2-3天。所以这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对。那今天您要推荐给大家的第三组对药是什么呢？第三组对药是一组补的，补气血的，就是黄芪配当归。他们俩是以什么样的原则组合在一起的呢？这个原则是气血双补，因为大家都知道黄芪是补气的，当归呢是补血的，这个所以一个补气的加一个补血的，这叫气血双补。这气和血是怎么样联手的呢？这个我们要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补气和补血一起来的？因为气和血的关系是个密不可分的，你这个血在血管里头流动，它靠的是气的推动，所以说大家看血离不开气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气为血之帅，是气是血的统帅，是我推动着你往哪里走你才可以走，而且我不仅仅是推动你往哪里走，我还要抓着你不能跑出去血管，不能跑到血管以外去啊，这也叫气对血的统摄作用，既能推动血还能统摄血，又让你推着跑，还不能让你跑到血管外头去。有界限。所以气和血的关系大家看密不可分。所以我们补气的时候和补血的时候不能单纯我只补气不补血。或者说我只补血不补气是万万不可的。他们俩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特别是补血的时候一定要补气。虽然我们对黄芪这个名字真的是太熟悉了哈，这个如雷贯耳。但是即便我们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在野外看到它我们也不太认识它。所以能不能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黄芪啊、当归啊这么有名的药材，它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当中生长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特性？黄芪呢是一个我们是用它的根，而且这个黄芪的根一般都扎得很深，扎得很深，根深才能叶茂哈，咱们有句话说明它的力量啊，补气的力量啊是比较强的，中医认为一般来说根扎得深的啊，它的作用就会更加猛烈一些，吸取了大地的精华、吸取大地的精华和营养啊，所以黄芪呢应该在补气药里头最常用的一个补气药，补气之长。它比人参啊、党参啊、各种太子参一类的用的还要就是机会还要更多一些。这个当归呢，大家都知道中医讲地道药材、道地药材啊，当归最有名的是甘肃岷县的岷当归，它的海拔大概在2200到2900之间。这个当归呢是补血的东西也有很多啊，大家这个一说就能说出很多补血的中药来，包括根茎类的也有很多，但是当归是补血之王，也是最常用的补血药。这个黄芪配当归今天给大家推荐给各位，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药对，它还是一个名方。什么方子？名字就叫当归补血汤。补血的时候用当归的时候一定离不开黄芪。您看这黄芪您提到是补气之长，而当归呢是补血圣药。对呀，这就特别像什么呢？一个是男单冠军，一个是女单冠军。现在呢这俩人硬要结合在一起混双了。我的天，这要对付什么样的对手啊？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由北京同仁堂加味逍遥丸特约播出。黄芪，您提到是补气之长，而当归呢是补血圣药。对呀、这就特别像什么呢？一个是男单冠军，一个是女单冠军。现在呢，这俩人要结合在一起，混双了。我的天，这要对付什么样的对手啊？就是气血亏虚的人嘛，因为气血亏虚的人还挺多的，啊，这个女性更加多见。那病症是什么样的呢？很常见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心慌气短。气血亏为什么会心慌气短？中医讲谁主气啊？是肺主气。肺气亏虚以后，自然而然肺气就瘀闭，经常会引起气短的表现，气儿不够用，还会胸闷，上楼梯、走楼梯或者走路快点更加明显。心慌呢，是因为中医讲叫血不濡养，你血太亏了，气血太亏了，气血亏了以后就不能去濡养心，所以说会出现心悸、心慌。所以是不是黄芪跟当归这两位是分别去对付血虚和气虚的？对，他看黄芪的主要作用是补中益气，实际上它的作用偏重于后边这俩字益气。哎，就是补气的。黄芪补气，一旦气虚得到改善，你的气短自然而然就会明显的改善。我们看看当归的主要功效，四个字，补血活血。但是这两个字不是并重的，它是以补血为主，活血为辅，它活血的力量比较弱，补血的力量是比较强啊。中医有句话叫心主血脉啊，所以说得到缓解最明显的首先就是心血改善，心血一改善，你这个心慌心悸表现都会缓解。这两个药搭配在一起，一个补气一个补血，自然而然就要气血双补。其实现在啊，很多人呢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再加上呢作息也不规律，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心慌气短的症状。那我们的观众呢也给我们发来了视频，辛苦张老师帮我们观众来看一看，他们是否用黄芪和当归来调理是比较合适的。第一位，这人嘛，一上了年纪就会增加越来越多的毛病，像我原来吧有糖尿病，肺也不好，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毛病，就是走路有点吃力费力，走路走多了，走急了，走快了，就会出现心慌气短气喘吁吁的。你像我刚才去到楼外面去扔了个垃圾再回来，就觉得有点心慌，然后一测心率就120多，平常经常这样。那这位观众是不是得去心内科看一看，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可以的，我们应该去排除一下有没有比较严重的啊心脏问题，是吧？他适合用黄芪和当归来补气血吗？从症状看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是心慌，一个是气短，啊，这些表现都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建议可以用点黄芪配当归。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观众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呢，在生孩子之前是一个运动达人，喜欢舞蹈、瑜伽，还有健身房撸铁。但是生了孩子之后啊，时间很紧张，所以就搁置了。现在孩子大了，我又把运动重新捡起来。可是我发现呢，身体有点像林黛玉了，吃不消。比如说有氧运动，稍微动弹没一会儿啊，我就会心慌气短，上不来气。经常性呢，教练当然都习惯了，因为我只要动一动就会，比如说严重一点会出现背气，甚至坐下和蹲下来时间长，突然站起来呢，人还会直接晕倒过去，有过那么几次。生理期的时候经血量非常的大，那么人呢也是相对比较虚弱的。一般生完孩子之后，女性真的是容易气血两虚的。对对对，生完孩子以后失血比较多嘛，对，所以容易引起气血亏。加上他说的这些表现，还是像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我们还是推荐可以用点气血双补的办法，黄芪加当归就很适合这位观众了。对对对对，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观众，他有没有出现气血两虚的问题，可否用黄芪加当归呢？我呢比较胖，这一到夏天稍微一动啊就一身汗，而且啊这个心脏啊还突突突突突跳，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这嘴里啊，哎呀，平时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苦，就喜欢啊吃点这个甜的东西，比如雪糕啊，什么冷饮啊。到了夏天吧，这牙还特别容易疼，一疼就上火呀。我这脾气还急，就总爱啊这发火发脾气。
反正从体型上看不出虚。那您判断一下，从症状上符合气血两虚吗？有几个地方看来是不像的。一个是口苦，口苦中医讲一般是肝胆的热，最常见的是肝胆的热。嗯，《黄帝内经》里头把口苦叫胆胆，黄胆的胆，叫胆胆啊。再一个还爱着急发火，啊，应该是一个肝胆热、肝胆火旺的人，所以我们先不建议补，否则的话他有可能越补越上火。但是他也有心慌的症状，这个是因为什么引起？心慌的表现，因为你火热也可以引起心慌，哦，也可以痰热也可以。你看人这个人舌苔黄腻的人，他也可以心慌，嗯，啊，也可以乏力。那身体有热的这些朋友适合用黄芪和当归这个对药吗？那肯定不能用了。有热的朋友，你假如用黄芪，你会越吃越上火。哦，黄芪是温的哈。对。那就症状会越来越重了。对呀，对呀。那我们刚刚呢，解决了三位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其实听得出来哈，要想用好这个对药，首先呢，我们就要去辨证。那什么样的症状是典型的气血两虚的症状，就可以用这个对药呢？第一个是心慌气短，这个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对吧？嗯。气虚可以导致气短，血虚呢可以导致心慌，所以心慌气短是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嗯。第二一个表现，浑身没劲儿，乏力，气血亏嘛，它就容易乏力。第三一个，嘴唇发白，实际上这个在中医里头我们描述不这么描述，嘴唇发白的言外之意就是没有血色。嗯。对吧？我们人血虚，面可以面无血色，实际上这是嘴唇也是发淡的意思。最后一个，大家看，头晕失眠，因为气血亏，它血不养神就可以失眠。嗯。啊，血呢，气血往上供不上，头上来就可以导致头晕，啊，所以这是最常见的一些表现。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哦，我就是脸色气色特别不好看，然后有一位中医专家也是给我推荐了，嗯，用当归再加上黄芪一块来煮水，嗯，我发现喝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是气色恢复得比较好，嗯，所以效果还是很好的。嗯，那您再把这个具体的用量给我们明确一下。大家看看我们原方哈是这么说的，当归补血均黄芪，芪归用量五比一，补气生血代表剂，血虚发热此方宜。原方用量是五比一，而且黄芪是大，啊，黄芪量大，叫当归补血煮黄芪均黄芪嘛。但是呢，那个是用的比较严重的，都是重到什么份上？重的气血亏虚，可以低烧，每天低烧，啊，这儿我们不建议用这个量。嗯，我们给大家建议一个一比二的比例，一是黄芪，二是当归。哦，啊，一个黄芪用十五克，当归用三十克，这两个可以在一起煮水。代茶饮，一天喝两次，这两个比例在一起啊，你可以做当药膳来吃。张仲景有个当归生姜羊肉汤，你加点黄芪啊，嗯，当归黄芪放一起也可以啊，对吧？你炒其他的菜也可以放。如果不愿意做药膳，就用它熬水代茶饮，一天喝一到两次，但不宜时间太长。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咱们先喝一周到两周，如果不上火可以稍微长点，如果你感觉稍微有点上火就停，暂停。这个当归配黄芪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你比如说体内痰湿比较重的，舌苔厚腻的啊，这个齿痕很多的啊，还有火热体质，动不动就上火啊，口腔溃疡，大便干结啊，这样的人都不太适合。好，其实无论是做代茶饮，嗯，或者是煎中药，包括做药膳，都是可以起到很好的调理我们气血两虚的问题的。对对对。嗯，好，所以大家看啊，只要是选好了对药，哪怕是生活当中出现一些常见的问题，甚至是有一些难解决的问题，其实呢都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调理身体出现的诸多情况的。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请张老师为您继续推荐经典的对药，期待您的关注。感谢张老师今天的介绍，再见。也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